就是这个大新闻网在作业的情况，各位在影片上已经看到了啊。那么延伸掉也是很可怕啊。它这个主神呢，它可以到多少？可以到150公里长，上面可以装一共有3000多个吊钩啊，所以它这个渔获量是相当惊人的。它这个影片里面告诉各位，它可以误捕海鸟，对不对？它没有讲海龟啊，它大概也没讲鲨鱼。但是每年被误捕的这个海龟哈，每年有30万头，海鸟16万头，鲨鱼是100万条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国际公约就开始来管了，就说不行，一定要管理。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也跟着在配合要去做，因为只要一旦国际上定个公约或者条例，台湾不遵守不行了，因为就没有这种抓鱼的资格了，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台湾最近也对于鲨鱼、对于海鸟啊，都有对于海龟啊，都有一些这个配合国际上的一些研究也好，或者一些法律政策也好啊。那么抓鲨鱼里面呢，大概一半的目的是为了要吃鱼刺，意思就是他把鳍割下来，身体就丢到海里去，这其实是非常残忍、不人道啊。鲨鱼的保育之所以会被在欧美风起云涌啊，就是因为老外非常爱护动物，你知道吗？他看到的是不能忍受的啊，所以鲨鱼的保育从20年开始到现在，主要是因为割鳍啊。那么我们台湾它就号称我们是不割鳍的，我们是这个全鱼利用，对不对？这个也不能讲它不好啊，但是好的最好就干脆你少抓一点就好了嘛，对不对哈？所以这个怎么说还没有做到真的很好啊。那这个船有全这个大概有全球有5000多条。延伸掉的啊，这个抓这个鲑鱼的船啊，好，这些解决方案啊，在这里啊，减少渔获能力，降低配合捕鳜器，加强监督观察员，禁止捕杀鸽鳍，对不对？还有一些配套措施，像圆形钩啊等等啊，圆形钩这个片子里面没讲啊，洗鱼啊片子里也没讲，但是他有讲转运，好像有，哎没有讲，也没讲转运啊。那么这个都是不好的啊，但是有提到这个。这个远洋渔船一出去，一年半载不回来，对不对？那这个其实不太人道嘛，对不对？就是也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这个觉得比较发展这种大型的啊，这种微网渔业啊，远洋渔业。那 anyway， 这个误捕弃货的问题啊，对我们沿岸来讲是比拖网最严重了，对不对？好，影片不是在讲沿岸，但是影片里面有带到这个海鸟声。你要怎么样让这个海鸟不会去吃你那个延伸钓下面勾勾的饵呢？它就在那个上面啊，多装了一根这个绳，下面绑了一些须须，绑这些须须以后，它会随着风会飘嘛，那鸟就比较不太敢下去啊，所以这才蛮有效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延伸钓，大概都要求他们一定要有这个避鸟绳在上面啊。所以我们这个台湾在去年呢，也公布一个叫台湾海鸟国家行动计划啊，也要求跟他就想出去用卫生生钓的时候都必须要去用这样子的避鸟的措施。好，海龟影片里面没讲，海龟他们也去发展了一个叫做海龟脱逃器啊，也就是在网子中间呢装这个的时候，在网底的靠近的地方，大型的像鲨鱼跟海龟碰到它会弹了以后，它从另外一个出口出去，弹开来啊，但是其他小的鱼就会游过去，所以它就会要去误捕到那些海龟啊。这个是这个影片没有讲的，一个圆形钩它也没讲，就是海龟哈，他们发现用这种圆的钩，它比较不会去吞进去，以后还可以拉出来，不会勾上它的这个食道啊，所以这个可能比较好，所以他们也就跟国外合作啊，在研究这样子的技术啊。我们在台湾的尾鱼船队啊，真的是规模不小吧啊！你知道我们这尾鱼的渔业每年产量非常大，产值也非常高。我们台湾渔业每年产量120万吨里面啊，120到130，中间的70%其实是来自于远洋渔业，就是我们做到海上就捞这些大型的渔业啊。所以这是我们台湾要负蛮大的责任，所以台湾政府非常的在乎。去参加这些国际渔业管理组织，在太平洋的大西洋有大西洋，我们每个都要参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船每个地方都在抓，对不对哈？那为什么要参加？因为要去谈渔权啊，
你要争取最大的配合，让渔民高兴呢、啊。所以这是我们政府很努力去做的事情。其实这个方向其实是不好。我就在念这个政府，我说去年你看6000多个人，全世界1160个国家去参加的保护区大会，台湾不肯办，代表去。他反正对保育的事情都没兴趣，因为他们的立场就是要替渔民照顾渔民的生活，替渔民多赚钱。为什么？说穿了就是为了选票。啊，其实大家心知肚明。啊，可怜的是鱼没有选票。啊，我们的渔民虽然是弱势，他有选票啊。所以你换了一个党，不知道会不会改变了啊？但是不知道啊，我们这个总是希望把保育变成主流化，对不对啊？生活当中的主流化其实真的很重要啊。我政府每个人都愿意做重视这块，愿意把钱放在这里。啊，这是我最近为什么也在帮这一百元在推这个海洋保育署啊，因为我觉得，哎，好像这个进展很慢啊，赶快好这个。总而言之啊，我们台湾有时候我们台湾很聪明啊，我们去怎么讲，船是我们的，这个老板是我们，但是我们去换别的国家的这个旗子，这样我们的配额就更多了，对不对？各位懂我的意思啊？这个叫权宜船，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去这么多国家去买人家的陆旅权啊，我们就把设备也是今天亚洲都算一大堆啊，啊，这些小国挂的是人家的旗子，但船都是我们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台湾人在背后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啊。这是在这个影片里面讲到这个带状的公海，这个淡色的是每一个这些岛国的200海里经济海域。如果像国光要画画画，还是有些这个没有画到的，对不对？啊，也换句话讲，这些地区没有人管了，你跑去抓鱼公海啊，你怎么管我，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违背任何法律。那鱼不是很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绿色和平组织跳出来，他说像这个像口袋那样啊，对不对？因为被围在里面的嘛，所以这些干脆通通把它封闭起来，不准量化。那么这样子的话，鱼才会有救，对不对？啊，否则鱼一跑，这就被你抓掉了。啊，所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什么会在公海上去，这个带状公海去做一些巡护啊，去做一些检查的动作啊？主要的理由是这样啊。这就是我们在2009被抓到的啊，在这边这个怎么讲转运呢？啊，那这个啊，这个我们叫这个我们叫洗鱼了啊。但是这个其实都不好啊，都是太遵守规定就对了啊。我们这个台湾人这个专漏洞的这个得等于高明啊。好，我们台湾还有一些政策其实是很不好的，到现在还在补贴渔村。我还记得马英九总统上来之前竞选口号是说要停止，因为国际潮流趋势就是要停止，但是他现在不敢停止啊，也知道为什么选票嘛啊。最近我就看到这个新闻啊，前一阵新闻，我也看到也挺很摇头，因为你知道所谓不当补贴有很多方式，像这个也是，他是意思就是说啊，上远洋渔船大船很辛苦啊，现在当年轻人都不要上去。你上去，我政府补贴你100万薪水，对吗？现在鱼都不够了，对不对？你这样子，你是不是有点像独立厂商了？我个人感觉了。但是政府的政策就是为了，好像为了要海洋的发展，啊，为了经济的发展，它就是走这种不太对的路了啊。我们这个也算渔业大国，我们去多个国家买鱼权其实是不道德的事情。全世界好不容易有这些落后的国家，他用传统的渔法抓鱼，他那边的鱼是还够还好的，结果这些有钱的捕鱼能力强的人去买人家的渔权，到人家的水里去，一家伙把他抓光了。你有没有想象他们当地的那些渔民怎么办？他怎么跟你竞争呢？他就只好自己输出到别的国家去当渔工，各位懂我意思吗？这其实是不对的事情啊！我去年3月外交部。找我，国务处找我去巴蒂马拉，啊，我觉得以前他们找那些农耕队啊，或者技术团出去服务，都是教人家怎么养鱼，怎么样种树、种水稻啊。哎，这次找我去的理由是怎么样去富裕海洋资源？怎么样？连那个穷国家那巴蒂马拉，他说现在资源都好，啊，所以哎，我也觉得还不是讲很高兴的，我说哎，居然我们有被重视的一天。没办法，每个国家都会
要面临这样全球性。